男人做事被嫌笨，女人其实也好不到哪去。他就是每一次要睡脑肿起床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睡了大概5次6次，你就知道那个被脑肿醒敲醒的感觉是一个很讨厌的感觉吗？那种醒就是慢慢醒来的感觉。慢慢醒，慢慢醒，分手了，对了，分手了。既然不想起来，就一辈子不要起来，好不好？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